台语歌都从菜车开始、哦、真的真的从菜车很重要，所以你今天要唱的是菜车的歌吗？啊，菜车的歌有一首歌叫当一龙的歌，非常好听的、哦、我印象最深刻的家中人的孙金克，哇、哎呦哎呀啊、很紧张呢。对啊，我说我很紧张，我也很紧张。因为我很久没有唱台语歌了、哦、那就好，不然我们就那就好，不你也太直白了吧，不然我们来比国语歌好了，喂，母语也可以、啊、呼啊呀，谢谢。